不认识，再好好看看。再陌生的虫子，我见一眼都能记住，这真不认识。那我问你，昨天晚上11点前后2个小时，你在哪儿干什么？11点之前睡觉了。年纪轻轻这么早就睡觉了啊？我昨天刚出差回来，特别累，所以就睡觉了。中间醒了吗？醒了。醒来之后看没看到手机的未接来电啊？看到了。 我以为是骚扰电话，所以就没接。反正如果有正事的话，还会给我打电话。11点之后的2个小时在哪儿？人民公园。干嘛？为民除害。半夜三更，还下着大雨。我听听，你怎么为民除害？就，简单的说，就是捅马蜂窝。让你说的。 捅个马蜂窝也算是为民除害了，不是？那公园里的小朋友，万一被胡蜂蛰了，会怎样？捅个马蜂窝什么时候不能捅啊？非大半夜捅啊？胡蜂夏季休眠的时间是晚上8点半到次日凌晨5点之间，为了不伤及无辜，越晚人越少越好。下雨天当然更好。谁能证明？你们？好好说话啊！ 咬你们那些胡蜂啊，就是我昨天抓的，胡搅蛮缠是吧？不是，那谁能证明我没去为民除害呢？谁主张？谁举证？撇下我不懂。小看你了，我告诉你啊，你现在这种情况就应该……两位警官，我劝你们，你们最好啊赶快去医院，不然一会儿会很狼狈。 哦，你也被咬了，你怎么不去啊？我和你们不一样，我是在做实验，赶快去医院吧，抓紧的，换2个警官过来审我。咬你们的是胡蜂，施密特疼痛排行指数第3名，别怪我没提醒你们。我下大的，告诉你，谁问你，你说了不算。那你们愿意当小白鼠，我当然愿意。 陈楠，陈楠，你干嘛呢？脸怎么了？都怪这小子，他躺在实验室的地上，上面还有一大群虫子围着他飞，我俩以为他是有什么危险，就冲进去了。谁知道他是自己在那儿？我是在用白板脸胡蜂做实验，谁让你们突然闯进来的？陈处拦都拦不住，还好陈处有经验，及时把门关上。 要不然胡蜂飞出去，那才叫麻烦呢。不是警察同志啊，你们知不知道，生物入侵比罪犯逃跑更可怕。这大门上都写着呢，非请莫入，非请莫入。警察叔叔也不识字儿。你搞我理都没什么，我们这是为……知道你们是为我好，所以我劝你们赶快去医院。等你回来之后，再接着审我呗。到时候啊，我可以跟我的律师说，拘留时间就等你们回来再开始计算。之前的时间啊，就当我送你。 你还挺仗义呗？你也挨咬了，你受得了，我们就受得了。行了，你们俩带他一起去医院好好检查检查，没有问题了，再来问。不是，我不去，这什么地儿？你说的算吗？你们俩愣着干嘛？快点啊！哎，我不去，我是主动让胡蜂咬的，我和你们不一样，我这是在做实验，这是我的工作。 你们把我送到医院里医处理，我这不白挨咬了？你们成心折腾我是不是？我不去，我去。真的，那我们也不去了。他能扛着，我们也行。我就不信万不明白的事。是啊，我没事儿。你过来，我留在旁边呢，警车随时待命。 刘志最近怎么样？挺好的，他挺照顾我的。我又想起来你们大四上半学期的那个万圣节，举解课，我非要你们在晚上上。当时追刘志的那个女生，祁冬雨吧？嗯。
她和她闺蜜办尸体吓唬你，结果因为脚指甲上的指甲油被你识破了，胫骨被你敲了好几下。我哪有这么饿呀？我是先敲了胫骨，后识破的好吗？可你同学说你是先识破后敲的呀。胡说！我不敲胫骨，怎么发现指甲油的？不信的话，咱们哪天找刘志当面对质啊？对质就对质，谁怕谁啊？ 谢师兄，吃完这顿烤肉，我已经可以把工作跟生活彻底分开了。现在呢，我就可以身心放松的回去工作了。好，你今天第一次出现场，你爸妈应该很惦记你，你先给他们打个电话，再去加班。嗯，我等一下就给他们打。好，那我走了。拜拜。 吃块巧克力嘛，不能。那唐警官，可以请问一下，您是什么学校？是你询问我们，还是我们询问你啊？各取所需，两。少废话，问你什么，你好好回答就行了。哎呀，我肯定会好好回答你们的。难得有人愿意当独立昆虫学实验的志愿者，我平时啊想招都招不到，所以啊，我肯定好好回答你们。但是我想。 你们也能够回答我的问题，反正你们都已经被虫子咬了，就当为科学做点贡献。我不行。哎，那能说一下你们现在这种疼痛的感受吗？行了，该我们问你了。唐二鹏为什么给你打电话？ 你问我，我问谁？哎，你不会好好说话是吧？你真的不认识唐二鹏？我真的不认识他。那他怎么会有你的电话？而且死前最后一个电话打给了你。他死了？装，使劲装。就在给你打完那个你没接的电话之后，就死了。 有我电话的人很多啊，就卖房子的、卖保险的、放高利贷的，那他们不光有我的电话，你们的电话他们也有。少贫嘴啊！你的电话就存在唐少宝手机的通讯录里，显示的是刘莹。刘莹，他怎么知道我这个称呼的？问你呢。我提醒提醒你啊。 唐少鹏有一对成年的斐济鬣蜥，还有一整套顶级的爬虫冬眠孵化箱，这两个东西在你们那个异类宠物的圈子里算得上是很有名气，你不会不知道吧？等一下，你们说的是快快长大吧？谁？快快长大是论坛注册名，真名是什么不知道，本人我也没见过，我只知道啊，这个账号有一对斐济鬣蜥和一套顶级孵化箱。 怪不得他知道我叫刘莹，想起来了，嗯，不是骚扰电话了，抱歉啊，我之前是没对上号。快快长大确实是管我要过电话号码，但他当时说是想探讨虫子的问题，我是给了他，但之后就一直没联系过。那你接着想想，那对鬣蜥是怎么跑到你的实验室的，又是怎么被啃得一干二净的？50万呢？ 你可真下得了手，我完全听不懂你在说什么。没事，我们不着急，你慢慢想。那现在是不是该我问你了？你哪儿那么多问题啊？让你想就好好想。
哇，桶里装的什么？肉，我偷来的肉。研究生也偷东西啊？什么肉？哪儿偷的？从骑马头的鬼市偷的。牛肉、羊肉，单独是坏掉了。你从公园离开了，去了骑马头。嗯，这晚上盯你忙的啊。 你偷肉干嘛？为刑拘役，做实验。避重就轻，玩障眼法是吧？我没有避重就轻，我好汉做事好汉当。那几家店的老板时不时就拿坏掉的肉做烤串，吃完的人都拉肚子。我屡教不改的，就爱偷。什么乱七八糟的！啊！警察同志，我劝你们平静一点。 越级动物越疼，我会有体会。我跟你说，你给我严肃点啊！喂，你确定是约束伤？几处？位置很奇怪。好，我等你传照片。 剑术教授说，这段裂隙是被行军蚁所吞噬，而整个昆虫所只有你在饲养行军蚁，你怎么解释？突然三小时，研究颈椎充血，喉咙痛，吞咽困难，手臂重度疼痛。李警官，你感觉怎么样？别耍花样，说。是所里批准我向行军蚁的。 我没有把裂隙、为行军蚁，你不信可以看监控。就知道你会这么说，就是因为看了监控才知道，除了你，没人去过那个实验室，只有你有那个实验室的钥匙。谭兄弟，别再装单纯了，就是你杀了唐少鹏，对不对？你还抢了他的裂隙，因为出不了手，你就用你饲养的行军蚁毁灭证据，对不对？ 我没有，不是我，我没有。昨天还在论坛里说，要出手一对宝贝，整个论坛里只有你一个人叫刘洋，你还想抵赖？不，不可能，不可能。看来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。潘儿，这不可能。 小杨，小杨，总医，快快快快快！还有你，你给我去医院。我不去，我只是中度疼痛，我的实验还没完。这实验完了，我告诉你就没命了。不，胡夫没有致死的先例，你让我把实验做，要不然我就白熬了。总队，你们照顾唐家吧，我没事儿，我来问他。我没问题，他就差那么一点了。你确定没问题？再出问题的话，我拿你试问。是。 怎么杀死唐少鹏的？快说！你，同房三小时40分钟，眩晕，疼痛指数极其，我快要晕倒的感觉，头痛，头痛。
告诉我，是不是你杀死的唐少鹏？你是怎么杀死他的？你小小年纪，难道就跟爬行动物一样冷血？你害得人家身生唐僧，还有摩天轮抛尸，你好好看看，看看，你怎么下得了手？你怎么下得了手？他生前最后一个电话打给了你。你害得人家生生疼死，浑身上下没有伤痕。我要吃结婚礼，我要见范丽，我要吃结婚礼，我要见范丽，我要吃结婚礼。文吗？请问死者是不是死于血压骤升、心脏骤停啊？可以这么说。那死者身上有没有任何伤痕？目前发现两个胳膊上有约束伤，但是不致命，对吗？也就是说，死者身上没有任何致命的伤痕或者伤口，对吗？可以这么说。所以死者很有可能是被子弹蚁噬咬后疼痛而死了。子弹蚁？对，子弹蚁。这大晚上的，你是被虫子咬着精神错乱了吧？死者手上有没有被虫子咬过的痕迹啊？这个我还没来得及注意。你刚才说死者身上有约束伤？对，在两个胳膊上。不过我觉得约束伤的位置有点奇怪。这样？不对。那这样？对了，我之前还觉得那个约束伤的位置很奇怪，所以会不会是有人从后面约束了受害者？但是，你是这样，还是这样，或者是这样？哎，你干啥呢？这样。哎，这边别，我去。你没事吧？我敢肯定。就是子弹蚁。唐少鹏在网上就和我说过一次话，他说他听说我是研究昆虫的，所以想认识我。那么在他临死之前给我打电话，肯定是想问关于昆虫的事儿。这是其一。其二，被单个昆虫蛰咬后，后果最严重的就属子弹蚁。顾名思义，子弹蚁就是每咬你一口，就像子弹打你一枪一样。子弹蚁的毒性呢，虽然并不致命，但是被蛰咬后的疼痛可以持续10个小时以上，而且是不断加强。有实例表明啊，这种疼痛会造成被蛰咬者血压升高、昏迷、心脏骤停，甚至咬断自己的舌头，就像唐少鹏经历的那样。
相比之下呀，我和两位警官被胡蜂蛰咬后的疼痛，那简直就是小儿科。在施密特疼痛排行指数表上，胡蜂呢位列第三，第一名就是子弹蚁。想象一下啊，这种虫子咬你，不止一只，而且只咬你一个部位。我其三，唐少鹏的网名呢叫做快快长大。根据他临死前的情况啊，我怀疑呢他是参加了一个特殊的成人仪式，在亚马逊有一个部落，就是用子弹蚁咬手掌这种形式来给部落内满12周岁男孩做成人仪式的。只有熬过这种疼痛的男孩才有资格被承认为是真正的勇士，才能到森林中去打猎、娶妻、生子。至于为什么要用子弹蚁来咬手掌这种形式啊，那是因为在远古的时候呢。哎，你等会儿，这怎么还扯上这个亚马逊还有远古时代了？什么玩意儿？小强，根据地报告，联系海关。金玲，到。按程序，重新检查尸体，看看双手是否有被昆虫叮咬过的痕迹。是。是。谢了。不客气。今天的小米粥不错，金黄金黄的。我也给你打了一碗。喏。谢谢。你猜，昨晚谁来急诊了？谁啊？说了让你猜。你的真爱。金玲。他怎么了？怎么送到你们科了？你看，你也有紧张的时候吧？趁热把粥喝了。他没事儿，他是送病人过来。哦，吓我一跳。送你们科？怎么了？差点急性肾衰竭，送来了2个。不对，是3个，都是被胡蜂蛰的。怎么蛰成这样？是啊，像这种情况能早送就早送。这3位送过来的时候都快昏迷了。这法医呀，救人意识上还是跟咱们有点差距。术业有专攻，咱们是救活人，他们是问死人。哎，对了，那3个人情况怎么样？一个留观，另外2个够生猛，挂了2瓶点滴就回去了。金玲真没事吧？我觉得这个时候你可以打电话关心一下。嗯，谢谢啊。本着命案必破的原则，我市公安局立刻成立了专案组跟进此案。
经过广大干警和群众的不懈努力，专案组在接到群众报案不到36小时便告破此案。目前嫌疑人已经缉拿归案，此案正在进一步审理当中。那儿。那儿。给你的，赔礼道歉。原谅你了。你的呢？哼，他代表了。看这个，瓜子核。确定不是瓜子仁？这个世界上啊，只有一种东西叫瓜子核，就是这个树眼莲属植物，它们都是复生植物。这种贝壳叶树眼莲是分布在东南亚热带地区的一个品种，它们会产生一种变态囊状液，中间会生成这种空腔，可以提供蚂蚁居住，所以养蚂蚁的人一般都会购买这种植物。这是瓜子核的主叶 ，ID 是本市的。再看看这个，它与快快长大有很多互动。快快长大还有一个加密的帖子，可以直播他房间里的宠物。刘志已经破译了密码，你想看看吗？看看。哎，这都什么呀？胆子也太大了，居然敢玩蛇！他是谁啊？他叫沈三祥，是唐少鹏生前的忘年交。唐少鹏死以后呢，是他一直在照看着唐外婆和那些宝贝。哦。他盘的这个是奶蛇，看着花俏，其实没毒。难怪，那也挺吓人的。喂。刘志说，那个叫瓜子核的 ID 是一个无效 ID。看来还有点脑子，那试试我这个。我说你干嘛不在局里的电脑上挂个代理啊？非跑到这儿来干嘛呀？警察局的味道特殊。那看看这个。哎，你为什么不用一个女生的名字啊？什么爱丽丝啊，什么卖火柴的小女孩赫敏啊什么的，不是更容易引起对方的注意吗？您是没带脑子出门吧？成人仪式针对男孩。哦。来吧，想一个签名，要那种特别孤单、特别渴求被认同的那种感觉，但语气不能太成熟。我是一颗蒲公英的种子。大叔，你今年高寿啊？怎么了？我小时候经常有这种感觉。小屁孩真够装的。哎，好了，注册成功了。哎，等等，你不会是用了你发来的邀请码吧？当然不是，还行，算你有脑子。你这用的什么宠物照片验证的？峨眉资产。什么？这么生僻啊？那我得赶快做做功课，别待会儿聊露馅儿。哎，没事儿，我和他聊。不用，我自己聊。每个人聊天路子都是不一样的。你真打算亲自去啊？本人申请，队里决定。你有什么问题啊？没有。哎，你怎么还不走？对啊。我在这儿怎么了？免得对方嗅到警察的味道，你走吧。嗯。隔着屏幕还能闻见味儿啊？有事联系我。哎，得嘞，慢走不送啊。腰好点了吗？嗯，
吃了松露巧克力以后好多了。好啊，那以后你的巧克力我包圆了。你发誓？嗯，我发誓。看在你已经身败名裂的份上，你后悔吗？哪方面啊？主动建议我们把你当凶手抓起来啊！就这么在大庭广众之下被警察当作杀人凶手从单位带走，虽然等案子侦破之后，局里还有你们单位会为你洗白的，可是社会影响没有那么容易消除啊！别的不说，还有哪个女生敢跟你这个曾经的杀人凶手约会啊？要是唐少鹏真能活过来，真把我关在监狱里一辈子，我也心甘情愿。要是那天夜里我能接到他的电话，他就不会出事。这就是子弹蚁啊！这儿我估计有200多只，三只以后，有些已经繁殖出了幼崽。6只。慢点。哎。真是什么都敢记哈！你想得到的敢记，这想不到的呀更敢记。这算是生物入侵吧？哎，你这说法挺专业的。行。没白挨虫子咬。行了，没完了。哎，从哪儿寄来的？德国，科隆，这地址上这么写的。寄到哪儿？来，你们看一下。喏，这是地址，但是我觉得这个地址跟这人名不是收件人本人，而这电话号码也是太空号，位置无法追踪。现在我们只能从德国那边入手，看能不能找到线索。咱们呀，对方呢有可能在吃饭，有可能在上班，有可能在打球，也可以有可能像我们一样在看比赛录像，等等等等等等。陈队已经向局里正式申请你为专家顾问了，这样你参与侦破这个案件，不仅能为你自己洗白，还能立功受奖呢。无聊。说谁呢？没说你，没说你，你看。这些都是什么呀？暗号吗？差不多。切，故弄玄虚。这是一个波士顿红袜队的老梗，这行数字呢，其实就是他们队歌里的简谱。我回的是歌词的下一句。哎。大好的时光，我们居然在看比赛录像，还跟别人玩弹幕。你说我们俩得多无聊？岂止是无聊啊，简直是无聊至极。哎，来来。哎，我跟他聊，我跟他聊。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你先晾他一会儿。你现在呢，有可能在吃饭，有可能在睡觉，也有可能各种无聊。聪明，来，赏你。
是我赏你的好吗？哇，鹏鹏还真是个大神，玩到他这个级别啊，光有钱也不行。跟他说，你爸爸去了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，一直没回来。妈妈从小就没了。嗯，和外婆在一起。这怎么说呀？不痛苦，每天都觉得爸爸有可能回来，所以一直生活在希望里。Yes， 上钩了，可以啊，可以当编剧了。这本来就是我的经历嘛。来了，看见了，搞错了，我就做点小买卖，你们这……警察哥哥和先生，我是警察叔叔，这不至于，我们做点小买卖。东西找到了，都在这儿。什么也没有，没抓错。真不至于，放了吧，放了，这小买卖，小买卖。